个自我介绍吧。嗨，大家好，主持人好，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一个爱笑的女孩，我叫蓉蓉，今年24岁。未来我希望能赚很多很多的钱，用来孝顺父母。我今天的爱情宣言是，我从小到大觉得自己一直都是一个灰姑娘，今天穿上人生第一双水晶鞋，你会是我的白马王子吗？穿上水晶鞋的蓉蓉啊。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请上今天的寻爱男孩黄小一和他的妈妈，欢迎。哎呦，你好你好你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黄孝一，今年23岁，来自贵州，人送外号人形哈士奇，蠢萌蠢萌，说的就是我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在经历我人生中的第二次创业，今天和我妈妈来到这里，希望遇到一个和我一样有趣的灵魂。我的宣言是，爱我就好，不爱拉倒。好，请妈妈也做个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叫付向群。生活中呢，我是一个比较开朗的人，顾家也闲不住。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。啊，两个孩子啊。嗯，对，我还有个妹妹。妹妹几岁？9岁，大概这么高到我这里，很非常可爱，我的妹妹。妹妹很黏你是不是？对，宠妹狂魔。然后我想给你们介绍一下，其实我的儿子呢，在生活中哈是一个暖男，很会照顾人的。我很期待都说今天他的表现。其实我妈妈今天陪着我来呢，就是一方面我最近在北漂嘛，就是我妈妈特别希望我能找到一个在北京能够有个相互照应的人，我妈妈就会放心我一些了。好，那我们赶紧进入第一个环节，那一刻心动。这个不错。看着好温柔的女孩。像幻灯片，让我们站在舞台的正中间。如果我们的热情依然在增加，自然跳起象征着爱情的伦巴。小姨很可爱，一个男生啊。他的心智怎么说呢？还是比较幼稚。感觉怎么样啊？心动的感觉有的。心动了几次？一次。我带你去看天荒地。我刚才观察到一个细节，反正我不知道你心动的是谁，我是知道金妹又心动了。哎呀，那往上扑的呀。对，想来狗按耐不住。这妈妈也在旁边，这个称呼太新潮了。没事啊，我们也从年轻人过来的。你等我。我想表白一下阿姨。真的吗？我觉得阿姨可太好看了，就是一上来就全，就是气质特别特别优雅。谢谢，我也学一下你们年轻人的，爱你哦。哎呦，那黄孝一刚才共舞过程当中体会最好的、最心动的是哪位女生呢？我们有请黄孝一选出她这一轮的清新女孩。
这一位。没想到吗？我真的一点都没有看出来。我也没看出来。你是不是和我喜欢的也是一样的？但是妈妈一直在说，我其实不了解儿子。那现在了解了吧？我喜欢这种火辣型。今天我们的八位女生其实都是很热烈的，所以究竟黄孝一在第一轮的清新女孩是谁呢？我们放到最后一起来看。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了，我们一起进入一问清新。